好来，乡亲啊，这个杭州亚运，咱台湾今仔日阁有金牌摕到手。网球男子双打的项目，台湾选手曾杰森甲柯玉修伫个金牌战打败着印度的组合，摕下台湾史上第一块亚运网球男双的金牌。啊，这块嘛是中华队伫即届的亚运第五块金牌。台湾网球队伫咧奥运会创下历史新纪录，男子双打组合柯玉修和曾杰森挑战杭州奥运，即要去金牌战已经是队史上好成绩。想到因两个人野心搁较大，今日面对印度的组合，第一盘先赢一局，伊六比四先攻下一城。第二盘虽然和对手上互爆发，不过到比赛上尾段，台湾组合油门吹落去，搁赢两局。曾杰森伫咧上尾关键发球局，逼对手回球出界。柯玉修和曾杰森摕到台湾史上第一块亚运男子双打金牌。无简单啦，因为这队是真正足强的。啊，其实我感觉对咱较好啊，因为咱两个知影因足强的，啊，咱就有准备较好。其实咱这个比赛，规礼拜这个比赛上拍上好的。我觉得心理准备比较多吧，因为知道他们的发球比较强，然后我们需要很专注在每一颗接球上面，因为我们如果没有接好的话，我们发球局如果又没顾好的话，我们可能就是会有比较大的危机。中华队过去伫咧亚运男子双打，刚有摕过两块铜牌，分别是伫咧1998年的曼谷亚运和2010年的广州亚运。即马柯玉修和曾杰森联手吃饼，唔但创下历史新纪录，嘛替台湾拿到本届亚运的第五块金牌。Hello， 我是林淳佩，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